咁後屘唉唔好啦，都係唔好搞人哋啲，即係唔係同埋嗰次唔廿五場嘅，算啦，打消念頭啦，求其啦，總之去到2020得啦，咁類似咁嘅嘢啦。咁結果就係咯，咁樣呢個一個慶祝27隻歌，大家上去隨便上去 YouTube 度聽，係嘛？就係慶祝咗我27週年噶，30週年再講啦，聽日嘅，聽日再算。喊啊嘛，係咪廿幾年嚟第一次喺台上？唉，係啦，嗰、那個係因為嗰隻歌係叫《相信你的人》，嗰隻歌係19年出嗰隻歌嘅時候都冇乜特別，因為嗰套戲好感動嘅，即係阿鄧超拍嗰套叫《銀河補習班》。咁但係到可能我諗全香港都一樣，我哋經歷咗一啲即係 ups and downs 起伏嘅時候，咁你人有挫敗嘅時候，有脆弱嘅時候，咁我有時。啊！聽翻個歌就好感動，所以嗰日喺個台度忽然間係咪好跳脱？我自己睇翻都覺得好似點解咁得意？人大咗係咁啊，年紀大係年紀大係咁噶。休息完之後會唔會開巡迴啊？啊誒！休息時間之後會唔會開巡迴？啊會啊會啊！係啊，多謝你問啊！我其實而家會休息個零月，咁就跟住可能會四月就。會有分別，我都未知 detail， 你可以問下公司。不過到時大家唔使到就知，就係新加坡、馬來西亞同埋台灣先。係咯，咁跟住再算咯，係咯。OK。Yeah。多謝你哋啊！辛苦曬。醫生，醫生，過嚟影翻張相啊！